魅力集团到达上海。老杨今天这个穿搭有一说，不过刚刚一下飞机就看到有个人跟你撞鞋了。刚出厕所的有个人跟我撞鞋，感觉怎么样？都是 AJ6。老杨今天穿的 AJ6。哇靠，还可以啊。刚穿的是这双万斯的，应该不会撞吧？我觉得应该撞不了。裤子都撞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裤子也撞了，裤子一样，一样的裤子，一样的鞋，这个，这太尴尬了吧，裤子都能撞了，我今天好像不是丢人的，哎，裤子鞋一块儿撞，我怎么说？这位同学，魅力男孩，你穿这个还用穿？哇，你还穿两双？我操，用不着吧？该说不说。这四幺三 A 的这个穿着还冷吗？不冷，暖暖乎乎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冷。480克，四百八十克，冬天魅力男孩。这次来上海两大目的，第一个参加 SneakerCon， 另一个的话就是取表。我在上海那边买了一个表，然后现在去那个外滩那边去取一下。怎么穿了一双 AJ 吗？啊，这算我当雨鞋穿的，是吧？对，这叫防水。天星天行者，哇，好，又大又好，天柱，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机芯嘛，就是本来就厚，很厚，你这个对比一下就厚度差不多。我觉得这个像是你知道，就50岁啊，或者就是做生意的人戴的那种。天星嘛，又狗牙圈嘛，就很劳力士。确实，这是年历的，劳力士最复杂的一款机芯。嗯。还挺沉的，这个42的，这块表也是大卫推荐，好吧？你为什么推荐这块？先听这块，因为第一呢比较基础嘛，然后比较基础，而且其实佩戴也挺舒适，薄啊，比较薄，然后没什么复杂功能，就比较耐用嘛，胶带什么的这种应用场所比较好一点。哎，它这个，我操，这个原表组的手腕也太小了吧？很小。我反正是连穿都很难穿进去，像这种的话一般背透的比较容易看嘛，就第一看那个刻字，还有这种宝石颜色，假表其实做的挺粗糙的，是吧？对，还有这种那个避震的这些环啊，还有那个 PP 的这个印章啊，这种纹路啊之类的，这种其实背透的还是比较明显，像劳力士就没这么方便看。劳力士就要拆。对，但这款是没有假表的，因为它这个机芯太复杂了。真的啊？对，没见过假表，这外圈是联动的，联动跟那个调节的，这也是长得也有点飞起。我16年的时候，10万左右，20万啊？16年的时候10万左右，跟那个鹦鹉螺其实是一样，鹦鹉螺之前2015年2014年也是打折卖的嘛。十几万，人家说哎这个好贵好丑。2015年之前是没有什么爆款。你像绿鬼什么都是打折的，5万多块钱，5万左右。那我觉得我是接盘侠呀，兄弟们，这20多万还能涨到30万去，不可能吧？现在新的已经过30了，全新全套的，是吧？对，能过30吗？能过30，我看到人家报价已经报30多了，但那个就太高调了。哎，该说不说，我还有过一段时间想买带钻的，还麻烦了他一段时间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当时看上的那两个。都认真谈价格了，是吧？蛮浮夸的，对，都认真谈价格了。当时，那，不过这个是后镶钻的，这是 C 罗同款。哎，你们如果有20出头的，想就是夜店，想在夜店那个什么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下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十多一点，我觉得只不到，肯定不到15万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你像十多点，你后钻的铝箔也是这价格，但是我觉得这款更闪了嘛。更闪，反正要闪。怎么说这个老杨啊？ C 罗同款，
这个 C 罗，不过 C 罗戴的不是厚的，是原钻。C 罗这个400多万吧，然后400多万就是玩到头了。我还问过大卫一个刺青，也是，那个太大了，就是139，但39总觉得本身就是设计为女款的，这45的。怎么说？这个也是我曾经心动过 的就是有钻的，你知道，就想来一块感觉，但是后来想了想，好像确实应该不太怎么戴。百达翡丽的服务中心，我们现在在等他人来，是吧？对。这边提供的水还是温的。哦，百达翡丽的表款好多呀。多。它的表盘其实也大部分都挺复杂的。地址？叫居住城市也可以。边线剪一格，您试一下啊。我觉得这个橡胶带真的是卖服务，因为不合适的话剪一格，不合适再剪一格，每两格之间差不多间隔5分钟。哎，你试一下。估计差不多。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再剪是吧？要不再剪会不会过了？也不会，就是挺松的，我觉得。再帮你先剪一格吧。好了。松吗？松的话可以再剪一个，还是有点松哈。那剪一个吧，剪一个应该正好了。好，您稍等啊。谢谢。没事，来您试一下。可以了，完美。正好。行。可以啊。这个是你换下来的旧表带，还要吗？不要了。正好了啊。准备出发，来，朋友们，表已经换好了，好吧？最后大卫，最后大卫三个问题啊，我们说，10万块推荐一个表，10万块，我手上这个就可以，这个二手10万，但太精了吧？就30岁以下，我们观众都是30岁为主，30岁以下10万，运动款吗？还是随便随便？运动款其实劳力士也有啊，那红字还使。你要新的吗？新的红字还是10万，你可以买到艾比的这个运动款了，15710-26470二手。哎，15万艾比跟迪通拿，那就迪通拿呗，迪通拿价格还是比较稳，因为你金属链的，尖金迪通拿可以买。那20万呢？20万其实你全钢的艾比可以考虑了，15500黑面的二手的这种20万左右。劳力士的话可以看金表了，可以看金表了。滴滴如果是20出头点可以看到了。稍微超一点的话，就那个迪通拿全金的也可以看了，20。但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是第一个表的话，还是不要太，还是要保值一点。对，能玩一玩吧。因为肯定会要升级的以后。哎，对吧？有换置换的时候，可能还赚点钱。确实，再见再见，拜拜，谢谢啊，拜拜。